有填鸭嘴，对的。那就是开始包起来，都不好做。对，那样子的话，你不那样子搞起来的话，它会把边上一塌糊涂弄起来。我现在是用漆，看好不好看。我估计还是交给保密的人。激光肯定不行的嘛！我一看就知道，为什么嘛？我一个客户，他一批货他妈的也是搞激光，结果整批货都没了。他抛光抛完了之后，然后用激光打，打完。来来来，玩一下，玩一下，行了，我们还是可以的。这个呢，这个像这种的话就可以搞起来了。像这种啊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。我抓紧擦亮。对，它直接就是香蕉水，等它干了之后，香蕉水一擦就好了，还没干净再就。这个毛利多啊？这里干一下，你就再一擦就好。啊，它这个都有用的。一套打开。我就不挖你，对吧？对呀，我就不挖你。